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全民开讲，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第四集，我们都希望国富民安，国家经济成长要看教育，而教育的本质要看文化，所以文化是国家发展中最重要的软实力。太极门为古传气功武术修行门派，师徒相传，并以弘扬太极门文化，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为宗旨，拜访世界超过100个国家，在五大洲流传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2016年8月，太极门受邀参与葡萄牙第52届国际古尔皮利亚里神民俗节。活动中，太极门弟子齐声唱出国歌，让中华民国国旗飘扬在葡萄牙国土上。接下来请看这段影片。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合家观赏神奇家族。每到光辉的十月，全体国人都以欢乐感恩的心来庆祝国家的生日。神奇家族在此也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国运长隆。历史朝代会有兴衰更迭，而文化却可以不断的累积，源远流长。台湾虽是一个小岛，却融合了多元的文化。让我们一同欣赏神奇家族如何透过国际间的各种文化交流，让更多的国家认识美好的台湾。是一个民族生活形式的总和，包括文字语言、歌舞艺术、居住建筑、饮食习惯、风俗民情，也因为文化陶冶，造就每个国家民族给人不同的集体印象。而台湾在国人心中和国际眼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每年十月国庆是最多邦交国
和从世界各地华侨归国的日子。神器家族每每在双十国庆庆典上，透过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的弟子，展现快乐笑容，传递台湾对世界的热情与友善。Seguidamente vamos escutar o hino de Taiwan.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国旗带出去，然后在葡萄牙的高空升起来，然后唱国歌。我觉得我们太极门真的是国家的一个宝藏。这样，那时候全部的师兄姐都非常感动，而且就是大家在唱的时候，我看到连那些师兄们啊，就是眼角都泛着这个泪光了。因为我觉得真的会有深刻的体悟到说，其实一个文化是可以被就是其他国家给尊敬。那其实在当地很多葡萄牙人都说，其实我们在你们来之前都不认识台湾，那因为你们太极门来到葡萄牙才知道有台湾这个国家。所以其实又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就是那个文化无国界的力量。其实国家想要强大，我觉得真的就是要靠文化，那国家想要被尊敬也是靠文化。所以那个时候当场我们在我们的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全场虽然他们听不懂我们唱什么歌，可是我发现其实当地的民众都是用一个很尊敬的眼神看着我们的国旗冉冉上升。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这是在葡萄牙重新的感受到真的就是没有任何政治，没有任何利益，单纯的就是透过文化做一个彼此国家交流的认识。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真的人心中的那个真善美，我觉得也是其实师父一直希望弟子要透过文化，透过自己的心去传递这样的讯息，所以当下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国家富强，万民安乐。透过气势磅礴的武术与刚柔并济的武道，展现我国文化中丰富且深邃的文化涵养；透过古传阵仗的移形换位，展现我国文化中互助合作的高度智慧。神器家族透过展演，让国人侨胞和世界感受台湾积极正向、济弱扶倾、
互助合作，优美动人的文化气质，看到神器家族的一言一行，就想到台湾的美好气质。神器家族走遍世界五大洲84国，透过各种形式与世界各国交流，各国不论是元首、大使或各界领袖，看到、感受到神器家族所展现东方文化之美与阴阳睿智，纷纷邀请神器家族造访，进行各种交流。太极门弟子自律，将所学到的好回馈给世人，希望人人能拥有健康、财富、智慧、快乐与幸福的圆满人生。让我们来听听秀琴的分享。大家好，每到十月是普天同庆、渤海欢腾的日子，有10月10日双十国庆，10月25日庆祝台湾光复节，有10月31日蒋公华诞，民众欢欣鼓舞，庆祝光辉十月庆典。很多地方住家大门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好不热闹啊！我是太极门弟子，太极门为古老气功武术修行门派，是开启心灵智慧的源头，也是文化的宝库。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为国际性非盈利的公益文化团体，秉持养天地正气、发古今真人之精神，以弘扬太极门文化、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为宗旨。太极门弟子遍布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在掌门人引领下，崇尚人类博爱精神，承传了固有的伦理、礼仪与良心的文化，以具体行动在全球五大洲散播爱与和平的种子。恭逢双十国庆，每年在总统府前各机关团体透过不同形式的表演，表达对国家的祝贺心意。太极门历年10次受邀，8次参与国庆表演，展现对国家的爱。人生有很多选择，很庆幸在此生作为最对的选择，就是成为太极门弟子，感恩师父收我为徒。过去因为个性比较内向，不开朗，不主动，不勇敢，也不懂得笑，更不善表达自己，所以人际关系很不好，因而给自己常生闷气，很不快乐，觉得人生好无趣。万幸有机缘进入太极门，拜得名师，师父的身教、言教、不言之教都充满着正面能量，让我在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上都改变了，能平心静气、客气好言、结善缘，心中真的是非常感恩师父。现在我欢喜用良善的心面对每一天，透过平日的练功打坐与反省，修改了我不好的个性，笑容多了，心情也愉快了，与人相处也就自然和谐。感恩师父给了我人生智慧宝库。长期以来，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带领弟子们走遍世界五大洲，推动爱、良心的和平文化，做好国民外交，收获各国肯定。1940年二战期间，年仅13岁，当时还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二世演说表示，当和平到来时，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将让明天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幸福。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长期来推动爱与和平，自律与国家，然而这么良善的团体却在民国85年12月19日
却遭冤假案迫害至今26年，一个国家的安定祥和强盛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来治理国家。祈愿我们的政府能够秉持公平正义与良心来解决太极门税务冤案，还我们太极门修行圣地。谢谢秀琴的分享。何宽仁检察官一手主导太极门的假案，是如何一错再错，伤害国家，伤害人民呢？让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国税局的发单课税也是依照侯宽仁滥权违法的起诉书照抄里面的内容，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调查就发单课税了。所以他当初一共发出了6个年度的税单，可是这六个年度的税单到今天经过刑事法院三审的判决确定，经过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确定，都已经认定太极门不是补习班，净师礼都是赠予的弟子的净师礼，不是补习班学费，所以太极门根本就没有税单，也没有纳税的问题。刑事罪定量，也就是起诉书完全不实，也就是说你完全没有举证，在完全没有举证之下所核发的税单当然是无效的，他应该要主动的来进。然而，国税局当年依据检方不实起诉书开出的6个年度税单，并没有撤销，甚至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还强制执行拍卖太极门位于苗栗山区的土地。枉法裁判怎么可以执行？这个就当你明明知道说这个死刑犯这个判决是冤案，你还硬要把人家抓去枪毙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你不帮他平反，你国家就有错了，你国家还错上加错，还把人家杀了。假案不解决，台湾如何称得上是民主国家呢？期待政府官员拿出良心，有勇气做对的事，也有勇气承认错误，惩处违法官员，平反假案。尤其现阶段大局势的动荡不安，疫情、战争、通膨、极端气候冲击着全球，需要更多的正向能量来面对惊涛骇浪的市局。于明天，太极门将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举办良心领航，点亮希望，爱与和平全球祈福大会，凝聚全球的祝福。正广邀各界响应良心之余全球助导的活动，录制1分钟良心祈愿影片，获得桃园地区各级民代不分党派热烈的响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与秀琴的助导。微操在此诚心祈福祝福人人心存善念，多做好事，弥补过失，祈求上天怜悯众生，赐福安康，快乐幸福，更祈福我们的国家远离战争的威胁，经济稳定，从自己做起，爱与良心，护卫地球。我是桃园市市演游泳的一些天灾啊，还有整个让我们看起来整个地球在暖化啊，那整个世纪都在改变，这都是我们人类所造成的。那我在这边期许说，我们希望大家期许明天会更好，那以我们个人做起，包括就是这些战争能平息啊，那这些疫情我们能受到控制哦，那这些天灾人祸我们都能把它避免掉哦，啊期许这整个世界能和平哦，人类能祥和的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期许的哈。那在这边呢哈，要祝福大家哈，希望说世界和平。那真的向神来祷告，祈求世界的一个平安。好，愿世界的平安赐给我们人们，而这个世界所有的荣耀归于耶和华。那我真的是期待啊，特别是两岸之间是不要再有所谓战争的一个事情来发生，因为
只要是战争，我们可以从乌克兰事件来看到，真的是民不聊生。其实侵略国也是付出极大的代价。祈求神赐给全世界的领导者智慧以及平安，不要躁动，不要分化，不要用侵略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我想这是我心里面最希望的，也祈求神真的赐一切的平安给我们，也给我们的执政者、领导者。立言在这里祝福大家，那也祝福每一个人，我们永远都保有真心跟爱，那也所有的不顺利都是未来的养分。那祝福大家要接受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样子其实就会比较顺利，就是在心的部分不会那么的痛苦。那我希望这一切的痛苦未来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是桃园市中立区人福里里长，希望我们台湾人民大家都平安。面对正处于天灾人祸不断的市局，人心惶惶不安，焦虑恐惧，深刻体悟到人民要有反省及忏悔，以春天敬地之心来爱护大自然及护卫地球，多做好事，弥补过失。也希望我们的总统和政府部门有智慧、有策略、有能力，愿意谦卑听人民的声音，知道如何处理问题，带出台湾社会的祥和与进步。祝福国泰民安，大家幸福快乐。谢谢以上各界明代与秀琴的祝祷。明天就是10月16日，太极门将在国立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举办良心领航、点亮希望、爱与和平的全球祈福大会。透过网路凝聚全球的祝福，凝聚好心善念。祈福大会场地座位有限，凭邀请函入场，也将开放线上直播观赏，一起为台湾与世界祝祷，让我们一起观看团结善念改变世界的影片。感谢您收看，下次再见。身为地球村的生命共同体，古老的气功武术门派太极门，师徒以修行者的智慧与坚毅，实践止戈扬善、济世助人的理念，走遍全球五大洲，希望凝聚世人爱与和平的力量，祈福世界和平。万教同宗，万法同源，因为心中有爱，太极门师徒屡次在世界发生重大变动、世局纷扰之下，发起世人祈福，也参与各界的祈福活动，与众人同心，共同为世界祈福。
透过启动世人善心与善念，祈愿达到自助、人助、天助、平静世界磁场。就实践和平的承诺，结合共同的心念，凝聚成浩瀚无比的愿力，为全球人民及万物祈福，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和平而努力。Through expanding democracy and through reaching out to each other, will not only bring prosperity but peace to people. 真心诚意，万众一心，良心起航，祈福传爱，用爱与良心凝聚世界和平共识的源头。每个人都从自己发起的善心善念开始，祈愿人人真心实践善行，祈愿天下安宁太平，永不止息，祈愿世人心灵安住，幸福快乐。让我们共同为世界的和平祈愿祝祷。